好，给你加油啦！对对对，好客套，不要这样。没有，是画面需求。假装假装没事。谢谢谢谢，一哥一哥一哥，加油加油喽！好，加油！好，谢谢。很 safe。Ben 秀宜伦在3月18号生日当天举办了他21岁生日趴，邀粉丝们一起同乐。见面会正式开始之前，咱们的坏国王也甩开平时的嘻嘻闹闹，认真投入彩排当中。今天应该不会紧张吧？对，感觉是浩哥。对，这该怎么说的？对，不会有事情。还好，可是啊，心里还是会有一点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第一次这么大的场面出来表演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说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还在彩排的过程中。希望等一下一切顺利，因为我觉得这次紧张的点不是在于说表演这件事情，我很少对紧张会表演会紧张，可是因为这次真的我们的戏剧在赶杀程，所以我能练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少，我舞蹈就练过两次而已，对，就是两天而已，对，然后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到近乎完美，所以其实还蛮难的。我记舞就是很慢的一个人，这次又带来新的舞蹈给大家，所以。对啊，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嗯，还是你要不要跳你熟悉的舞？比如说，可以走第十二啦 ，TT， 你熟悉的舞。今天没有 TT， 今天是帅气的。另外一首。哎呦。又可以帅气，又可以性感。有在进入那个情绪吗？有有有有。我想现在摄影大哥们应该都有反应。就觉得很替你开心的反应。之前其实我有考虑说，哎，我来跳 TT 好了，然后就本来就已经要去学 TT 了，可是后来发现，哎，可是搞不好因为他们新歌刚好在我决定的那天出来了，就是这一首 Knock Knock， 然后那个时候离现在距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想说，嗯，那个时候 TT 一定会烧，然后这一首歌一定会再火起来，就是 Knock Knock 一定会火起来，就想说好，那就准备最新的东西。所以你们每次 cue 我 TT 我还是不会跳，因为还没有学过。我在拉丁版跳的非常。你是刘震南吗？对。刘震南。来了，去。哎呦哎呦，好拉丁的感觉。谁叫你自己今天瘦了？我觉得我好有刘震的感觉。喂，好啦好啦，生日会要帅一点，不要再用刘真板跳 TT 了啦。为了这场首次以个人身份举办的活动，王以伦和公司讨论了许多内容，无论是表演或是周边商品，都希望让粉丝感受得到诚意，就连见面会的门票也都有小巧思哦。它是以一个这个飞机票的一个造型设计的，然后呢他们抽奖的就是把这个给我们，因为你登机的时候会把这个，真的很超时尚的，上的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有什么高铁票？喂，这就是一个对列的感觉，对列，对，这、就是一个，这是凭票兑换的嘛？对，只要在上就可以跟王以伦交往吗？可以在京城上，京城上跟他交往，就哇，对列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OK， 对，神交了，精神上的神交 ，Oh my God， 神交，精神上的那个交。那其他东西是？啊，这边有。这是酷卡，然后呢，我们做成明信片的感觉，然后后面有王以伦要写给大家的话啊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办这个活动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是要好好回馈粉丝的。对，然后原本公司也是跟我讲说，要不要弄一个小一点的就好，就是 maybe 大家一起聚聚餐啊，说3到5个人，对对，在麦当劳，对对对，麦当劳，没有，就可能 maybe 例如说10几20人。或是30人 maybe、就是比较小的，20，那是家族聚会的，对，家族聚会那一个长桌就可以打发，对，然后可能就是唱一首歌，然后就跟粉丝聊聊天那样子。可是我觉得要办就要把它办得大一点，而且是影歌七主持，对，影歌七主持，三七全方位，谢谢谢谢谢谢完全娱乐的栽培，然后又有宛如把我推成国际轮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国际轮，对，我现在是全方位加国际。
咱们国际轮的用心，相信粉丝们都收到啦。尤其见面会上，一轮一下载歌载物，一下近距离互动玩游戏，最后还跟大家一一握手，就是希望所到场的粉丝都能够心满意足。选里长，中好我抽抽，结束结束，拜票。OK， 好开心哦，因为我觉得平常在签唱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忙更急，所以真的很少时间能够一一听粉丝想要讲什么。那今天有几位粉丝，他就是握着我的手，然后跟我就是讲一大串东西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心声是什么。对，所以觉得今天蛮开心的，除了表演给他们看以外，还可以听到他们想要对我说的话，所以我觉得跟签唱会比起来没有这么急啦。对，所以蛮开心的，我觉得这个回忆是很珍贵的啦。对，然后我一生都会记得。看到宜伦这么用心的对待粉丝，王宇想着也忍不住感动。好吧，王先生，看你的生日愿望许什么，我们想办法满足你。你要说一下生日愿望。生日愿望，明年你的 party 会有谁来？希望明真能到现场。果然是一个很好猜透的人，就知道宜伦心里想的都是女神明真。也因为这样呢，王宇小记者特别请上明真帮忙，拍了一段专属坏国王的宜伦视角，里头的对话也是超甜蜜的呢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好恶心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究竟明真是说了什么，让王以伦反应这么大？专属坏国王的甜蜜祝福影片，现在就来大公开。以伦，今天累不累？帮你擦汗。虽然工作很辛苦，可是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爱心。啊，对了，生日想要什么礼物？很肉麻哎。好啦，快点去休息，工作加油。完了，其实我们也是很害怕，你会不会再也不爱明真了？对啊，会有噩梦。没有，就是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我记得我刚看到他，就好期待哦。然后嘞，然后结果一副你的是我整个解掉哎。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不爱明真？会，我还在。真的吗？哦，这个真的好。你真的不给他原档吗？这是万圣节吗？你还有后配就对了。对啊。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你的表现，之后如果，哎呀，不是说你不是他，好了，我会加油的，然后也谢谢明真的这段影片，虽然是小易的声音，我知道你有讲过这些话，在我心里我已经可以想象到你的声音讲出这些话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还是谢谢你，我的生日过得很开心。结束了这场21岁的生日 party， 宜伦也将准备前进江西3个月的时间拍戏。虽然这样短暂的别离，但完全了绝对不会忘记咱们可爱的坏国王啦。不要再说谁对谁对，爱到了底，你请我醉。如果付出你让我所谓爱情到现在就算不醉，就让我来背。女人的青春生命不能浪费，被拒受伤只有一个人狼狈。 No stop， 干脆不要这么累，我配摔到分手，安全都不够，先向前走，先向我放手。那现在你连一个人安静站着都没办法。是大假，是大假，小贾太多问题，完全乐，黄以伦生日快乐，独家报道。